大家好，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冥王星在挑战里边的这个实战了啊。上一次给大家做了这个评测，然后打了一下那个打了一下团战和生化，然后一般般，因为没有什么特殊的加成，跟那个哎看没有，春哥一来怪物都吓尿了啊，都暂时撤退了。那么他的属性其实是跟那个什么没什么两样的，但是他在挑战里面有一点加成。我们这一期呢就来看一下这个挑战里有什么加成啊。那么这边是双线一区刚更新了那个版本，所以说打挑战人也比较少啊。现在是早上的7点啊，今天起的也比较早啊，起来先把这边的这个冥王星做一做。这个号不是我的，我这做完了把这个号再还给人家。那么这个就房整个频道里就4个房间，那我就选了一个刚开始的。那现在的这个挑战模式已经升级为了6人，大家能看到啊，现在一个房间最多可以6个人同时打挑战，这样来讲其实是更热闹了，但是啊也就意味着你的这个分呢肯定就是没原来高了啊，因为有会多两个人给你抢分啊。好，那么子弹还是一个问题啊，那么子弹一直是一个问题，你看他们都拿雷霆之怒，其实关键在于雷霆之怒子弹多啊，这个也没有买弹夹，所以说一会儿就用完了我们上来补一下吧。啊，我觉得我都没有必要下去，看子弹不够用的，一会儿用完了在上面打也行。其实那他说有加成，我也没试出来有什么加成。哎小黄人啊，这个小黄人正我不像话跑上来找我了，那这两个巨人被这个吸引了过来，这个叫什么庞耀体微型啊，微型这是改造过的是吧，改良版的啊，子弹用的太快了。其实我觉得这把枪虽然说有加成，但是跟这个雷霆之怒什么的比起来应该还是差一些吧。先生力量吧啊，不够啊，不能生啊。哎他表示没见过这把枪，他想玩一玩啊。哎他想玩一玩，其实我也没怎么见过，你想玩吗？啊好，哎嘿嘿，我们这一期在做视频就不借他玩了啊，要是平时的话我肯定去借给他了，但是我们这边做视频，那我扔给他了我怎么做视频是吧。哎其实我还是很善良的，你像我平时有人跟我借枪我都会这个扔给他，那这边我在做视频，所以说就先不给他了啊。哇老哇，这些小僵尸这些哇不像话，这是走后门啊。好啊，我成功吸引了他们的目标，然后全都过来找我了。你看这个你看没有，小儿麻痹症患者，看没有，小儿麻痹症患者，你看这个走路，哎你看这腿是吧，哎药不能停啊，对吧，这个早点去医院治疗还有康复的可能啊，如果再晚一点的话你就晚期了啊。这里边的怪物是吧就这么几种啊，小黄人啊，还有就这个小儿麻痹症患者啊，还有那个大块头啊，就那几种。然后中间那个老怪就是那个可以隐身的那个小 boss，那个挺烦的，拿那个剑捞来回乱窜。我打挑战打的比较少，对这个研究也不是很多，对吧，但是啊就这个样吧。 OK 升一下，因为打挑战我其实哇打的真不很多，因为这个怎么说呢，我不是很想要打挑战，我觉得太没什么呀，就是这些你看就是这些电脑都感觉什么就站那里让你打是吧，感觉爽是挺爽的，但是觉得没有打这个爆破什么有意思啊。我要是有点时间的话我就去打爆破或者联赛了，所以说挑战很少打。但挑战是有奖励的，这个奖励倒是挺不错，但是它这个几率也太低了，你像这个冥王星是吧，你这个爆冥王星这个几率太低了啊，所以说我这个玩的也比较少。大家好像都比较喜欢看挑战是吧，啊都比较喜欢看挑战，那么大家也可以来这个投个票啊，看这个有多少人喜欢这个看挑战的啊，我看一下这个，要是人多的话我以后可以考虑多拍一点挑战。其实挑战我感觉反而比爆破那些就简单一些啊，我感觉要简单一些。打挑战第一个枪要好一点是吧，哎枪要好一点，然后就是堵着脑袋打啊，也是有一些小技巧，大家如果有什么打挑战的小技巧可以分享给我啊。马上就要更新新版本了，出一个叫做鹿角的一个东西啊，真是奇葩呀，真是奇葩呀，这什么武器都有啊，鹿角。然后这个等我搞到了我再做评测吧，那个好像也是有加成。然后还有就是哎哇哇吓尿了，
然后还有一个技能叫一闪，就是跟那个彩虹激光剑一样，如果就是如果你那个靠近，如果你是近身攻击敌人的话，敌人这个他在攻击你，马上要攻击你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个延迟嘛，就是有一个提前的动作啊，你在他那个没有，就是刚这个举起手准备呼你脸的时候，哎，你拿那个武器啊，可以发动那个技能，一下把他秒杀了。这个技能叫一闪啊，我也没什么研究。好了，这也不知不觉来到了第六回合了啊，已经过去一半了。这个难度是个普通啊啊，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刚才那个家伙来这个窜的挺快的，这小伙子过来挠了我一下，就才掉这么一点点血，是吧？哎，要是打噩梦的话，一爪子基本就残废了。上一下级，能量恢复。这个技能是什么嘞？步枪的技能什么嘞？我都忘了啊。每一个武器对应着有不同的技能。好，哇，又一大波丧尸这个来了。最近我的这个舍友啊，迷上了这个美剧《行尸走肉》，有没有人看过啊？啊，那个是真恶心啊，比这个游戏恶心多了。这个游戏做的，是吧？它毕竟是游戏，它还不这么逼真。那个《行尸走肉》的电影是吧？电视剧啊，美剧，那拍的是真恶心啊！那里面的僵尸啊，哎，有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。我是不大敢看，我是都是跟着舍友一块看，是吧？凑个热闹。然后我自己看的话，我从来不看这种僵尸片，像什么《生化危机》什么的，哎，我就看个那种影评，对吧？就是那些专业的电影的评论家，然后看完电影以后呢，做一些那种很短的剪辑，然后告诉我们讲一讲那个讲了个什么事儿。但是我从来不敢这个我自己去看这种这个什么。打个游戏的话还没什么，对吧？这个毕竟是个游戏啊，那个你要是把它搞成那种真人的，真挺恶心啊，看了还做个梦啊。我不知不觉已经是来到第一名，可以看到这个队友，哎，比较水，是吧？我比他们晚来两个回合，他们竟然还被我抢了 ACE。 哎，又来了，你又来了。我不在这里了，这个地方有个盲区啊，在这个地方吧。好，我觉得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下去的啊，因为在上面换子弹换的也比较方便啊。又上来一个，来，咱们来练练。哦，打死了。这里面旧队友是花 GP 的，这还是比较好的啊。他要是搞一个花金币复活，估计就要是吧，这个玩家们都要开骂了。花 GP 的话，一次5000，这个是不是我的号，我就不救别人了啊。你要是我用我自己的大号，基本有队友跪了，我都毫不犹豫的直接拿我的这个 GP 去救别人啊。哎，我那号里有700多万个 GP， 都花不了了都。你要知道从一级啊，从零级打到100级是吧，这攒下来多少 GP 啊。再说我又不买这个生化这个变异角色，所以说 GP 基本没什么用，基本这个队友一死我就救了，是吧？所以说他们跟我打都很高兴啊，都沾点便宜啥的。我那 GP 是真用不了，什么时候 GP 能买枪就好了。就是能买那种什么枪，就不是 GP 枪，就是那种金币枪。哎，不过这是痴人说梦啊，人家还要赚钱呢。我记得有一阵儿，这个能用 GP 买马来剑，有那么一段时间啊 ，GP 能买马来剑，只能买3天的，而且是限购一把，啊，只能限购一次啊。然后好坑啊，不过也行啊。GP 这个东西啊，就是他不可能买太多的好东西，不然的话谁还充钱？哎，可以理解。好，哎，基地在遭受攻击啊。哇，这没有人看家呢，搞什么？不像话！你看这些这个，这是，来，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啊，其实也不是很吓人。哎，你这还挠到我了呢，我都明明闪开了，你还挠到我。哎，小伙，看这里，哎，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啊，其实也就长这个样了，也不是很吓人。想找刺激的这个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行尸走肉，现在都出到好多，就不知道都出到好几季了，它是按季来的。那么那个是真吓人啊，里边的僵尸真是怪恶心的。美国人就是喜欢搞这种东西啊，美国人就是很喜欢这种
小僵尸片儿。你像在咱中国，这个小僵尸就是那种清朝的那种蹦蹦哒哒的，是吧？哎，两个脚并在一块儿，然后两个手呢往前伸着，然后一蹦一跳的，是吧？还挺萌。那你看这个美国的僵尸，这都是这个是吧？都是这种丧尸啊，丧尸、牲畜。好，来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。哎，这个小儿麻痹症患者，你好啊，啊你好呀，你看还穿着这个围裙是吧？家庭主妇啊，不容易，这个在家里是吧？一定是妻管严。哎，看你平时这个，平时一般都是女的做饭，看。这家伙要在家里要这个是吧？男的做饭，这个的原型是那个一个那个男角色叫啥来，我也忘了。这个挑战模式其实里边很多角色都是有原型的啊！哇哇哇！哎，来人了啊！哎，来人了！来吸引一下，先吸引一下他们的目标啊！然后我再去补一下子弹。还好这个换子弹比较快啊，秒换。CF 流，哎，怪物暂时撤退了，哎，一定是被我吓跑了。在这个 CF 里面呢，换弹要摁住 E 键摁一会儿，然后它那个填满。那这个里边摁一下 E 就秒换了，这一点是比较好的。好，高等级怪物来袭，注意啊，注意 ，attention 啊 ，pay attention， 哇，就这个啊，老烦这个东西了啊，这个东西每次的时候都是被这个。然后我看队友都下去了，那我也下去了，这个太烦了。还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哇，他砍了我一剑，哇哇哇哇，喂，哇，他追盯上我了，看没有？哎，他一般都是砍最帅的，看没有？哎，我长得不帅他都不砍，小样啊，小样，哎，不是有两个吗？啊，我们去找那个白的去，啊，我们去找这个白的，啊，队友死了啊，队友死了。我也快死了，我还有26滴血，而且也没子弹了。哇，他，哇，他又冲我来了！啊，快跑呀，快跑！来，一颗黄金高爆扔过去，炸死！哇，他追着我来了啊，追着我来了！哇，他这是要什么呀？硬上我呀！好，我们下去啊！哎，这家伙在这里死。在这里扔雪花，咱们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个角色啊，我没有近距离观察过呢，这是个女的吗？应该是个女的，哎，不错，看没有？哎，春哥特别喜欢讨这种妹子的喜欢啊 ，shit， 啊，这是超魅影啊，超魅影，好，我们死了一条命了啊！注意 ，boss 将大量掷出手里剑啊，他把剑都扔出去了。魅影啊，魅影就魅影啊，你还超魅影，超生过后的魅影吗？啊，人呢？哎，基地正在到处攻击啊！哇，怎么窜的这么快，又跑了基地里去了？哇，队友又被砍死了啊！队友被砍死了。好了，哎，好，后面他又开始追我了。好，来，我们绕一下啊，绕一下，这个也不难对付啊，你只要一直跟他绕就好了，啊，一直跟他绕就好了。他又开始在这里扔东西啊，不像话！哇，他怎么血这么多？哇哇哇！又要死了，又死了个队友，没子弹了。子弹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！啊，这个号是我粉丝的，我就不救了，我就不救了。别给人乱发东西。哇哇，他又开始扔东西了！哎，来，我们先躲着墙后面躲一会儿啊！哎，躲这里躲一会儿。好，你扔完了吗？哎，扔完了，我们继续来。哎，哇，直接瞬移到我后面，然后咱们俩单独练一练。没事，在这个地方的话，其实对我是有利的，因为我打完可以接着换子弹啊。啊，被毒嘎啦了啊，被毒嘎啦了。哎，他又不见了，小心身后啊！我就知道，这家伙也是。啊，他又开始扔这个东西了啊！快躲一下，快躲一下。哎，还在扔啊！啊，他扔完了。好，他快死了。哎，后面，小心后面。哎，没有吗？他在这儿。好，他快死了。来，我们秒了他。好，这样的话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在远方啊，我们过去搞他去。
哎，好烦啊你，这个就不能老巴适的站在这里让我们打？哎，躲一下，躲一下，来堵脑袋打。喂，喂喂喂喂。OK， 两个都是我杀的啊，两个都是我杀的，不过比较蛋疼，刚刚死了一次的连杀都断了，这样又从啊又从一连杀开始了，没血了，嗯，先升升东升升这个攻击力，幸运一击，好 ，HP 上升，好，生命值上升，好 ，OK， 还有两回合就结束了，这打的普通的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哎呦，怎么掉下来了？好。那我们先把子弹打完再说。哎，这个队友朝我扔了个什么东西啊？好像给我加血啊！仗义，好，我们就在上面了，不下去了，加子弹比较方便。啊，我还是觉得拿机关枪打挑战比较过瘾。哇，队友死得这么快啊！放进来两个，放进来两个，打在这儿。来，我们来练一练啊！哎，哎。哎呀，不大行啊，不大行啊！我以为刀的有这个威力也挺大的，可以升一下那个技能里边的有一个给那个近战武器加攻击力，而且拿刀这个拿刀击杀这些怪物的话，应该是有特殊的奖励啊，有特殊的成就，这里边有那个成就系统啊。我看了看的话，如果你想把那个所有的成就都搞到手，我估计怎么也得打个好几是吧，好几百局吧。太难了，你像什么用步枪杀几百个啊，或者是用什么杀几百个，太难了。慢慢来啊，反正我是不指望，反正我是不指望能搞到那些成就，因为我都不怎么玩啊。是啊，这枪威力也就这个样，尽量打打头。哎，把它放过去了。好，怪物暂时撤退了啊，又被我吓跑了。好，现在是第十回合，还有两回合啊。本关掉落，永久 M500 野火，这个掉落的几率应该是很低很低了。我那么多粉丝，借了半天就借到这一个冥王星，还有我现在到现在也没有借到战神砍刀啊。这个有战神砍刀的可以联系我一下啊。虽然上一期视频也给大家说了，就是你现在怎么联系到我呢？你把那个账号密码发到我 QQ 的邮箱里面，就是你那个写邮件的时候你注明这个战神砍刀，然后。提供账号的啊，然后号里有战神砍刀，然后把大区账号密码发给我，发到邮箱里啊。如果我看到的话，我要用你的号，我会给你回一个信啊，我会说这个那个用你的号了，然后什么时候用，什么时候用完啊，我会跟你说一下。然后如果你发了邮件我没有回复你的话，就是啊两天之内都没有回复的话，应该就是不用你的号了，因为我那个邮件也比较多。我上一次说完以后，邮箱里有1000多份邮件。我也没有一一看完，我就看了两页，我就找了一个这个冥王星的号。其实那后面应该还有别的冥王星，但是这个是在比较靠前的页数的啊，我就直接用这个了。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想以后要是再出什么新武器啊，或者是想提供账号，这个联系不到我，你可以就是把账号密码什么的发到我邮箱里。你要怕不保险。两天之内我没有回复你，那应该就是不用了。你怕不保险，你可以再改一下密码啊，你可以再改密码。反正我是不会拿你的账号怎么样的啊。但是你要不放心，你可以改一下密码，因为有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，比如说你把这个号可能借给另一个人了啊，然后呢你正好也把那个账号发给我了啊，我没有上这个号，结果你借给的那个人呢上你的号把你的号
里边的东西花了，或者是弄烂了怎么样，啊，你可能认为是我弄的，这样不就误会了吗？那像这种误会我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啊。所以说为了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呢，就是大家那个可以改一下密码，包括我这边你看我用的这个号，我每次用完账号我都会跟号主说，你就是你这个号我用完了，你改一下密码，对不对啊？不放心的话可以，也是为了防止这种意外的发生。其实你像密码这个东西啊，真是要这个，第一个是你把密码设的复杂一点，然后你就是多改一下，比如说你像我的号不借，所以说也不用改啊。有的人喜欢跟别人借着号，然后借着号玩的话，你要经常换一下密码，因为有的时候你把号借给别人，那这个人有的时候他可能把这个号又借给了另外一个人，然后这样然后很快就成万人号了啊。所以说哎呦，他这个母体又盯上我了，这是，哎，他是在这个自寻死路啊，自寻死路。好，哎呦，真是盯上我了，真是盯上我了。这个粉丝告诉我说，打这个 boss 千万不要把它引到这种小的地方上，就是把它引到开阔的地方，大家一块打。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赶紧换个子弹，然后跳下去啊。这个选择应该是对的，就是把这个 boss 引到这个大这个开阔的这个场地。哇，他把我吸过来了啊！他把我吸过来了，我的天！怎么会这样？啊，走，把这个怪物引下去啊！把这怪物引下去。好嘞，啊，把它引下来，不然的话，它在那上面太狭窄了，它一放这种大招，然后那一个圈的范围内啊，躲都躲不开啊。所以说，哎，队友呢？啊，队友都跪了，也没有人复活吧？就花5000这一批，你们都舍不得复活。好，这个 boss 的名字叫做凯洛。贝罗斯，哎，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啊！哎，因为这个名字很快就要记入这个，很快就要刻在这个碑上了啊，刻在墓碑上了。哇，这个队友怎么这么菜啊？他们难道不知道躲一下吗？直接就被秒了。我加子弹去，不行了，看来这个消灭 boss 的艰巨任务就交在我身上，就包在我身上了啊！这个 boss 有好几管血，主要是他这应该是这才第一管血还没打完啊！我勒个去！你看队友又跪了，这怪物只要一放大招，必然死一个队友。快跑！把这被吸过来了。好，人多力量大。哇，有点卡。哎呦，嘿。行，这把枪说实话还是不大行，我觉得。你看这个威力，他说是有挑战加成，但是还是掉血掉的太慢了啊，没有那个雷电速度好用，而且子弹也太少了，打着打着就没有子弹了。好，走，下子弹去。不是，这队友都死了。哎呀，完！哎呀，我去，你这被吸过来。这逃不了了就，哎，这队友实在是，哎，完了，刚复活就要死了。好了，把怪物引到开阔的地方来啊，尽量就是保持在开阔的地方战斗。这怪物没有眼睛好像啊，只有嘴没有眼。哇，这个范围也太大了，好，一下死了3个队友。我勒个去，这也是太什么了，这只是普通难度啊，普通难度都被吊打成这个样子。好啊，只有我一个人孤军奋战了现在。哎，不是，队友怎么都不下来啊，这上面干啥？这是，你看又跪了一个。不行，这个打挑战还是得有队友之间的配合，你就自己一个人打根本打过去。这上面有个队友好像在挂机啊，这边有个在挂机的，这边还有一个拿加特林的。哎呀，我该打字跟他们说一下吧啊，我感觉他们不大什么。下来，开阔的地方。哎呀，到开阔的地方。哎，真是服了啊。
现在复活的时间就是越来越久了，越来越久，很快就要等半天了。好，把他这个把怪物吸引到开阔的地方啊。又是这个东西，哈、啊！我发现了，这怪物每次放这个 boss 每次放大招一定会死队友啊，一定会死队友，也是醉了。因为你离他远的话，他这个怪物会把你吸过来，所以说正确的打法就是应该把他这样团团围住。看我又没子弹了，哎呀，真是不好办的，又没子弹了，没有子弹意味着我又得上去搏一下子弹，然后又意味着怪物又会跟着我们过来。这一局够呛了啊！因为时间一到，如果你不把怪物打死的话，他就会去把这个基地给你弄了，他就不来打你了，就来打基地了。所以说十分蛋疼，非常蛋疼，没办法。还有一分钟钟，基本就是我一个人在打吗？这不是，基本就是我一个人在打。第二名才8000分啊！不行，以后打挑战还是得找几个会玩的队友。嗯，我之前打挑战都是找战队的，是吧？找战队找几个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距离最远的将被拉过去。好吧，我非常荣幸被拉过去了，但是我没有死。好吧，反正队友也不跟着我出外面，那我干脆就在这里面跟着怪物绕吧啊！我干脆就在这楼上跟怪物绕吧，反正就基本就是我一个人在打，没时间了啊！主要是还有两管血，应该是，那是队友在挂机，哎，你挂机你不如别进来啊！你打个游戏在这挂机，啊，这都退了啊！哎呀，完了！我靠，这个地方直接是没地方躲了。好啊，我直接用金币复活吧。好啊，非常对不起这个赞助这个提供账号的粉丝啊。这局已经输了。他开始打大门了，时间到了开始打大门，然后他打大门的速度这么快，你根本治不了。这已经是堵在脑袋打了，已经是堵在脑袋打了。哎，不过打起来真爽，现在怪物已经是不管你了。我靠，说好不管我呢。行了，这没法治这。队友不给力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一局就输了啊，输了。好，那么一会儿看看这个奖励吧，看能开到什么东西。蛋疼无比啊，这只是普通的耶，拜托。没事，睡了。好，感谢大家观看这一期视频啊。我觉得不赖我，你们觉得呢？是吧？我是尽力了。